多伦多动物园四只可爱熊猫同公众见面多两星期，会喺三月底启程移居卡加里动物园。五年内最大成就之一系人工繁殖咗两只小熊猫，亦破咗动物园一啲纪录。卡加里动物园已做妥九成准备功夫，迎接熊猫四口子入住。彩色钻石价值近年涨幅惊人，未来彩钻因供应紧绝，更见稀有。请留意星期三晚十点《时代》杂志嘅报道。《时代》杂志系由 McKenzie Investments 万信投资赞助播出。